因为待会我们在六点钟的时候也会准时来出发，当然了，这掌声不仅是要送给各位自己以外呢，以及我们今天要共同来骑这个自行车挑战赛的所有的好朋友以及所有的车友。那当然呢，这今天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地主单位呢，好，首先我们要非常感谢的是我们经济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局，以及呢是桃园市政府，还有这是新竹县政府，担任了此次在2023的石门水库自行车挑战赛。另外还要非常感谢的是我们指导单位，以及呢还要感谢由我们大溪区公所、复兴区公所，还有是龙潭区公所以及关西镇公所担任本次赛事的协助，来协办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单位，以及也要非常感谢呢，就是我们辛苦的警察同仁，今天会为我们呢在这个赛事来做交管。这时候我们一样再一次掌声好吗？送上给我们今天所有的主办单位以及协办单位，还有我们的指导单位，还有在于我们今天在交通上呢来为我们做交管的部分，赛事交管。好的，那在今天呢，在我们准备在六点钟准时正式出发之前，我们今天呢也要先来邀请。